焦点视频李应聪风水命理嘅时间，荧光幕见到李应聪师傅。Hello， 大家好，今日嚟到李应聪风水命理节目时间啦，继续系2023年嘅6月15号。咁啊，头先同大家咧拍咗两集咧，一个比较深入少少嘅学理分享啦，一个就系借星论法。喺呢個八字道行入面嘅，就係講教大家咧點樣去遁翻啲六親出嚟啦。究竟你阿媽係咩十神，你阿爸係咩十神，你阿爺係咩十神？然之後借咗呢個理論去拆解咧，就係咧就係阿和田裕美啦，就同埋佢嘅即係佢嘅未入門嘅奶奶嘅關係，等大家明白點樣喺一個八字入面分析會唔會有呢一個嘅婆媳關係嘅現象。好啦，咁今集返嚟呢同大家呢讲继续讲八字道行。咁今集呢想同大家讲一个都系借咗一啲嘅比较有少少知名度嘅人呢去喺等下有个共鸣感同埋有一个比较特别嘅现象嘅。咁我哋平时呢我哋学八字呢你唔多唔少一定会睇啲古书㗎，即係譬如《滴天髓精义》啊，《造化元药》啊，《紫平真传》啊，《三命通会》啊，《渊海紫平》啊。呢啲點解呢？因為佢入面有好多嘅古人嘅命例。嗱，當然年代久遠啦，好多都係文初啊、清朝嘅書。啲命例係咪完全100%正確呢？唔一定。嗱，記住，盡信書不如無書，但係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當你批得命越多，你又攞翻啲古例嚟比對嘅時嘅比對嘅時候，譬如嚟講咧，其實你係可以咧學到好多嘅一啲嘅技法或者象法嘅。嗱，今集就想同大家咧一個古為今用啊，一個古例同一個古籍嘅命例，同一個而家現代社會入邊咧一個其中一個比較知名嘅人士一個八字嘅六柱係十分之相似嘅。嗱，我哋而家睇一睇。嗱，喺呢個熒光幕嘅左手邊咧就是、一個古籍嘅命例嚟嘅。咁當然，因為古籍嘅命例就唔知出生係咩年份㗎。OK， 咁啊，壬子年申亥月，月亥日丙子時。咁啊，大運就呢一度啦，由壬子癸丑一路咁行落去。嗱，咁我哋睇一睇個古人咧，個古籍咧，佢點樣寫呢一個命例先？古籍嚟嘅，我哋睇一睇啦。啊，好啦，嗱，古籍嘅命例就係話啦，命主喺壬子癸丑甲寅月卯。呢四個大運又喺邊嚟嘅咧？就祖輩遺產又豐厚嘅，啊，即係有家底啦。一交丙辰，水火交戰，逆其水性，迎妻克子，至丁字運就家破身亡。咁即係簡單啲講啦，就即係話喺呢四個運入邊嚟講咧，就係 good 嘅，係嘛？喺呢兩個運入邊嚟講咧，就係差嘅。嗱，呢個就係古籍嘅短短幾句。就去講咗呢一個命例嘅嘢啦。好啦，嗱，咁我哋而家咧，你嘅右手邊咧就是、一個比較知名嘅人士，咁啊叫陳子聰先生咁樣。咁佢係咩人物咧？咁一個都係一個製作人啊，又做過演員啦咁嘅情況啦。咁佢就係、何鴻森啊個女兒何超儀嘅丈夫啊，陳子聰咁樣嘅情況。好啦，嗱，咁你見到咧，佢哋嘅年月日三柱咧係十分之相似嘅。佢係壬子年申亥月月丑日，時辰當然唔知啦嚇。OK， 咁係咪好似啊？古籍嘅命例就壬子年申亥月月亥日，係咪啊？啲三柱係咪好似？爭咗個夫妻宮有啲唔同。咁當然人生嘅所有嘅嘢都會有唔一樣啦。咁但係咧，佢哋嘅現象咧就開始有啲相似啦。嗱，我哋睇一睇。咁啊，根據報道啦，陳子聰咧就係、是、出身都唔差嘅喎，即係都一個中產嘅家庭出身嘅，就係一個墨爾本嗰邊長大啦，即係都係一個中產家庭嘅出身，都唔差嘅。咁啊，跟住亦都係娶咗阿何超儀啦，咁樣嘅情況啦。咁啊，好啦，咁啊一直都幾順利啦，即係頭嗰40年啊都叫順順利利啦。好啦，咁但係咧一入到呢個丙辰運開始，2016年。就開始有病啦。2016年就係2016年咧就丙申年之後咧，開始咧就好多病痛啦，又話佢暴瘦暴肥咁樣嘅情況啦。咁啊，最近咧去到而家咧，就係話咩血管撕裂啊，又曾經試過即係又話好似中風一樣咁樣，又攤過一兩個月啊咁嘅情況。點解一入個丙申會唔會咁差咧？咁樣我哋睇一睇。好，我哋古為今用嘛，
我哋先睇下究竟古籍嘅命理应该点样拆。咁佢睇翻陳子聰呢個八字，你就會知道大約係點樣拆㗎啦。OK， 好啦，嗱喺古籍嘅命理入邊嚟講，壬子年申亥月，月亥日丙子時，咁啊月木係日元啦。嗱，月木日元生喺冬天水旺，一片大海係咪？水，壬又係水，全部都係水性。OK， 咁呢個辛金武力啦，呢個七煞都係喺度生水嘅啫。是咪成盘水旺，好啦，咁啊时干丙子，咁呢个丙火都不能为用㗎喇，因为成个水气黑死个丙火，个丙火都用唔到喎，咁呢个叫顺其气势，顺水嘅气势。我哋叫顺水嘅气势，好啦，咁初运壬子癸丑呢二十年，壬子癸丑水繼續是順其氣勢嘛，順的是印星，印星是代表家庭，所以小個的時候就有家底，所以叫早業豐厚有家底，因為它的水是由年柱開始走出來的嘛，是的，就是這樣了。好了，跟著走到甲寅月卯行木運沒問題的，因為我順水的氣勢嘛，水就生木咯，就是順其氣勢咯，所以拿著家裡一個豐厚的嘅資產，咁一直好順順利利啊，結婚啊，生子女啊咁情況，古代咁樣。好啦，一交丙辰運咧就水火交戰。嗱，我一交個丙辰運，嗱丙辰呢個係火，呢個係土。啊，你唔好諗住子申合水局喎，記住，因為佢個大運嚟嘅喎，大運係土嚟嘅喎，土克水啊，火生土克水啊，天干全部嘅水克個丙火嗱。好多人以為咧，月木冬天就中意見火，係啦。咁你個火要元局有力，就中意見火。你元局冇力，個火就係病處，因為呢個八字要順水嘅氣勢，個火係病處。行丙神運就係忌神運，就水火交戰。好啦，可能行呢個運咧就刑妻克子，即係話太太又死啦，仔女都死埋啦。因為食傷係代表後代，食傷代表後代。當你的水一黑個火的時候，別嚟講後代都冇埋啦，因為叫母慈滅子。OK， 行到丁字運，行到丁字運啦，係咪有一處火啊？係咪丁字全部相沖咯？個火一撞入嚟，全部相沖咯，水火交戰。咁啊，家破身亡啦 ，OK， 就係咁樣啦。咁啊，好嚴重啦，因為呢個八字入邊個水好旺啦。咁我相信咧。陳子聰的時辰就不是丙子時的，我相信，但是都是水旺，因為呢原局啊，月木日元生在亥月，亥子丑是不是北方水地啊？北方水地，所以呢它都是一樣要順水的氣勢，都是一樣順水的氣勢，所以小個家境環境不差的，都是有中產的， OK， 都不差的，細個喺外國讀書喎 ，OK 都唔差喎。好啦，跟住95年到2005年之後，平平穩穩，平平順順，當然唔係好出名，但都平平穩穩啦嚇。咁啊行呢啲運咧，又結埋婚啦嚇，咁樣嘅情況啦。好啦，嗱咁而家我哋睇咧就睇呢個丙辰運，我哋睇丙辰運咪水火交戰咯，壬水克丙火。好啦，嗱行到丙辰運，丙申年啦。嗱，當你有個丙火，火土。就同呢個水性相克，咁個水一滅個火，咁我咪病咯。好啦，嗱，咁水火交戰啦，之前我喺唔同嘅集數都講過啦，水火交戰代表心腦血管疾病嘛，啊，心腦血管疾病或者係內分泌啦，因為水係代表內分泌啊，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喺呢個運入邊病咧，一入呢一個運丙申年開始就已經開始一路病，即係個健康好反覆啦咁樣嘅情況。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咧，何超儀咧就對阿陳子聰咧係有情有義啦，即係陪住佢啊，諸如此類啊，醫藥費用咗成千萬啊咁嘅情況。咁點解咧？因為唯獨是能夠救到就係呢一個嘅丑字啦。因為而家係行緊水火交戰嘅時間，水火交戰嘅時間，咁呢個夫妻宮呢、這個亦都係夫妻啊嘛，夫妻宮土係妻色啊嘛，
靠呢個字去 support 佢咧，去救佢個火唔好被黑咯。嗱，即係話當你個八字入邊咧，當你個八字入邊個火無根，你可以去盡。個火無根，佢可以去盡，但係當個火有土去抗逆嘅時候，入面嚟講咧，就即係話個火唔肯消失，個火唔肯消失，咪水火交戰，咪會大問題咯，就係咁樣。咁一模一樣啊！咁我相信咧，即係照睇翻個古籍嘅命例套翻落去，我就可以見到一件事情，就係話呢兩個運咧係一個呢兩個大運。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運，即是一模一樣，一個古籍名例，這個是現代人行這些運一樣是十分危險。當然沒有時辰就不要批得那麼狠了，但是問題來說呢，即準言之，這個丙辰丁字運對陳先生來說呢，絕對不是一個好的運勢。不要想著就說，月木要見火為用，行火就個運勢就越來越好了，就不是，是因為個八字水太旺，一見火就水火交持。這個就是利用一個古籍的命理和大家參考。所以如果大家看得多古籍的命理，很多時你一見到一些身邊的朋友啊、客人啊，或者一些藝員的八字，你拿來一對，你會發現呢，雖然個細節唔會完全一樣啦，但係個運勢嘅起跌咧都會好明顯嘅。咁呢個就係作為俾大家一個學習自學命理嘅人咧嘅一個參考，好冇？好啦，咁下一集咧，我哋繼續請教李應聰師傅啦。好，多謝曬大家，拜拜。